送给我们的 Passion Sisters。好的，待会呢，再请大家跟着我们的女孩们呢，一起来大声的为我们所有选手卖力的加油哦，拿下今天的胜利哦，能够让我们在下半季的龙头的位置呢，哦，能够呢持续保有我们的领先。好的，那在接下来呢，要邀请我们说现场的乡民朋友、球迷朋友望向我们中外野的大荧幕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场主场球队中信兄弟的先发打序。